我们四个人的开场了，就是。哦，那个也太炸了，气氛还是可以的，非常好。我坐在下面看，真的是能感觉到为什么我们每次那么享受开场秀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好看，好玩，然后观众捧，对，然后你干什么就都特别自在。接下来就是蒙恩的脱口秀，也还是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很适合吐槽蒙恩，对，对吧？能使劲儿，就是吐槽现象啥的最适合。小喷子，喷子、啊，脱口秀小喷子 ，A.K.A. 内蒙小喷子，从内蒙的码头走来，走上这个舞台，看谁都不顺眼，真好，押韵也不压了，你也太腻嘛，不压。开场秀，广智制胜的舞狮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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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雄狮少年，我想看你俩没有狮子来一下。那就很难看，那就来来来，嗯，你看节他的节奏，主要是抓屁股是吧？噔噔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哎呀，这来跳一跳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哦，我感觉智胜，你只是摸了他的腰，你什么也没干的感觉。他一摸我的腰，我就有劲儿了。对，你就想逃是吧？我跟晃晃来一个，来，咱俩来一个，咱来一个，来，我们来吧，来吧，没关系。不是，你俩又没练过，你俩为什么突然要来？我们为什么也有这里也有开场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谁抓谁的腰？我来抓晃晃，我可能啊，我抓你，我可以抓你。别抓你，别我抓你，我抓你。不是，跟你跳的时候要跳两下，是的，就第一下，然后缓冲一下，然后第二下。来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走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让我自己当大哥。一二三，走！不，广智来，广智来，来来。其实我跳的那一下，你也要跳，就咱俩的节奏要考。哦，明白啊。但是我要抓着你的这块，这要这样是吧？对，要这样是吧？对。哎，好了，来，一二三。哦，就我往上推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使团劲了，我感觉到。对，哦，广智，你特别适合舞狮。你俩现在能接的活越来越多了。晃晃以前是练摔跤的，他刚写本人的反应是想这样。我说呢，真的。怎么感觉他有点光看这边模特，但不看画呢？这样显得专业。广智，咱不要摆这么专业的姿势，一会儿画出来。你这个线稿，你不错啊，不错。哦，不错，有感觉了。你这是王冕吗？最后在脸上写了王冕，这啥呀？我觉得有点像我了，就当是我吧。我画的是蒙恩。哎，对。哥，你别走，我画你。蒙恩这啥呀？广智，你把杰伦画成这样，有点像了啊。哎哎。哦啊，我觉得这是我吧。王冕这个我再改一下，好像就脸型不太行。像多了，快回去吧。劈了一下。谢谢啊。我要说题了。在下班了编剧部中费反复提到的一本书名叫什么？朋友们，三百，李诞的脱口秀工作室，蔡根谭。他那个，喊出你们的组名。三兄妹，蔡根谭，海尔晨，先举手。我昨天前两天压力很大，我就看了一本书叫《蔡根谭》。就那个古书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蔡根谭。哎呀，我这拍半天。所以三兄妹积两分。哦，有点厉害了。我们拍。真人秀环节里面，大家写了对彼此的夸奖和批评。那个杨丽夸呼兰百人鸟。哦，那个你那个夸有点。有点浮夸了，有点浮夸了，不对吗？我觉得大家把呼兰百灵鸟打在弹幕里，你呼唤大家打弹幕干嘛呀？大家不要打百灵鸟了，那是啄木鸟。我发现你很会夸人，是吧？我不光会吐槽人，我其实最会的是夸人，主要是是不是因为你老是让别人夸你有关？你夸一下我们的观众吧。观众们真的太厉害了，你们是我见过最懂幽默的观众。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观众，我们的喜剧才会越变越好，越变越好。
好累了。我发现你，你上次我们那个解压的时候，我庞博，然后还有谁，你也是这套词儿，也对，还有什么别的？你是最幽默的，怎么怎么，现在换成观众了，你一套词儿走天下。最懂幽默的，那个杨哥还是谁跟我说要夸人要有要有真有假，要先砸一点再夸，是谁教我的？这不你弟弟教你的？谁教你的？